晒晒好，尤其是咱们这个年纪，就得多晒太阳补钙，知道吧？你说真是。怎么了，阿妈？你没事吧？少年夫妻老来伴，这到老了吧，他啪他走了。哎呀，我心里头啊闷的，在家里头就待不住，就想出来走走。我一想上哪儿都不如上自个儿亲戚这儿来，到底是亲戚是不是？是是是。还有更痛苦的事儿，我都张不开嘴说。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亲家，这人呐，可得想开了。想人这一辈子，说快也快，说慢也慢。所以能高兴一天就是一天，能乐一天就乐一天就得了。那就对了，亲家。你说，尤其碰上这种事儿，咱就更得想开了，是吧？人，你说谁知道哪天谁怎么着呢？哎呀，这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呀。反正既然摊上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可不就得想开了吗？好好活着啊，好快乐的活着。我跟你说，原来人家跟我说报纸上这么登的，我都不信。说这男人要是花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，哎，就他老婆最后一个知道。那肯定的呀，你说你告诉谁，你也敢告诉他老婆的，那不是乱了吗？我就属于这种情况。妈，你是不是想太多？疑心病又犯了呀？谁有疑心病啊？亲家母啊，谁有疑心病？亲家母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你生前谁生前呀？谁生前呀？哟，对对对，对不起，对对，大嘴大嘴，对不起，不，我是说呀，那个他爸生前你们不是挺好的吗？你们一直不是关系挺恩爱的吗？你说人走了死了，你说这个话那不好，那对死人那都是不敬。再说你说像这种事儿，你这是。有啥把柄啊？咱不提这糟心的事。古风，古风，古风啊！古风，你爸来了。哎呦，到我妈家来，你心情好点了吗？在家里我都吃不下去饭，我说上你们家来，这人多热闹。你妈做的菜，我样样都爱吃。是，就放松放松心情。哎，姑父啊，我那个托你件事儿，你待会上那最大的超市买那个红葡萄酒，嗯，捡最好的买。那法国那个最好的叫什么来着？拉菲。对，你就照着最好的、最贵的买就对。哎呀呀呀呀！又买那么多。亲家，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？啊，咱是碰到事儿了，咱那不能这样脑子乱呢，是吧？咱不能借酒浇愁，咱也不能喝多，是吧？买个酒你给这么多钱，这你我凭什么拿着你的钱呢？你们这不是开玩笑呢吗？啊，你们家有钱我知道，我们没钱，但是吃个饭啊，喝个酒这还是有的。自己呀，挺住了，比什么都强，知道吗？亲家，我跟你说一件事，你可别笑话。我不笑话，说。妈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哥就是我那儿子，缺心眼儿。原来找个病秧子老婆，好，现在找这老婆还不如病秧子了。这我才知道，哦，小查理是他亲儿子，他是小查理亲妈。
一定有什么猫腻。能有什么猫腻啊？他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不是说不告诉他吗？人家不是问吗？反正也瞒不住，就跟他说呗。秦建国是你的亲生父亲，知道了吧？你说什么？妈，我公公是我亲生父亲。小米呀，你跟你妈犯的可是同样的错误，生下了不该生的孩子。我生下了你，你生下了小查理。你知道我什么心情吗？我这个妈，当的是太失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骗我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恨你！李思明，哎呦，姐，你说你干嘛给他说呀？你去吧，去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他了，都跟他说。瞒不住，去呀，宝宝，行了。小查理，奶奶现在一看见你，我一点都不高兴。妈，说什么呢你？哎，你放心啊，我不跟这小屁孩一般见识，他懂什么呀？我懂，什么都懂。懂个屁！懂什么呀你？洗洗手啊，去吃点水果去。去洗手了。我一看见这孩子，我就想起他妈。我一想到他妈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你要说我跟这孩子没有感情，那也是瞎话。你收养他5年了，每天就在这个里头跑啊跑啊，跟个小动物似的。我对他能没有感情？我要说我跟他没感情，我自己也不相信呢。感情还是有。这我都知道，妈。小敏她是有错，可她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女人。你怎么还这么说呀你？啊，你爸不仅跟他小姨合开工厂，还给他妈买了一处房，哎，一次性付款全部付清了，你说怎么回事？不会吧？那之前怎么没有听说过呀？你不信吧？哎，我也不信。我跟你说啊。我查呀，我查账啊，我都找人问了，问清楚了以后我查账。你看这一大笔账，你过来看看。你看这一大笔钱哪儿去了？我对了一下午，我这一下午就在这干这，我都没对出来，肯定是划到他那边去了。你明天到银行去查查，一查就查出来了。我就跟他妈说，我说这钱哪儿去了？不说话，你再问他，转身走了，肯定心里有鬼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定要查出来。我查出水落石出，我收拾死他们家人。妈，别再吵了，要不然等我爸回来再吃吧。不用打，你这都吃吧。他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，我都留菜了。哎，妈，你发没发现呀？古丽姐自从开了刀之后啊，整个人都变孝顺了。我孝顺不好吗？你也不去看看，
有几个儿媳妇像你这样的？哎，我怎么了？我哪儿不好了？你也不去看看以前我在自己家过什么好日子，现在在这儿天天吃苦受累的，我说过什么了吗？行了行了，都吃饭，吃饭也堵不上你们嘴啊。是是是，你吃苦受累了，嫁到我们家真是冤透了，你这个就不应该嫁过来。错了错了，赶紧吃饭，别说话了。这话怎么就不能说了呢？今天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必须就把这话给说清楚了。不用说，我们都看得明白。这这，你受苦了，受罪了，这是我们求着你嫁过来的啊。行了，你赶紧吃饭，别说话。我知道你们都特讨厌我妈过来，可是我妈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现在我继父又刚刚去世了，你说她想过来看看我怎么了，散散心不行啊，不能来呀。能啊能啊，就是你妈每次。不说这些了，那我们不是欢迎她吗？我们不是还给她做饭吃吗？没有啊。那你看古丽那是什么态度呀？她那气就是冲着我妈来的。我妈不就说了她两句吗？说她生不了孩子，她心里不痛快。哎，可是你怎么也不好好想一想，你那医药费哪儿来的？谁出的呀？不还是我们家的家具厂出的吗？我妈还一个人大老远辛辛苦苦帮你去找秘方，你呢现在自己一个人在这儿休着病假，一分钱不少，还照样拿着工资。啊，我妈说你几句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不能说了呀？她说的句句都是大实话，怎么了？就这么点心眼啊，还不能讲了呀？这话呢？哎，你讲你讲，我把钱还给你，行了吧？行了，别说了，古丽，金贝啊，哎，你今天这怎么了？啊，哪根筋不对呀？这干什么呀？就坐这是，你说他都这种情况了，你还说这些话，那不是故意伤人吗？还有啊，说那些什么钱不钱的，哎呀，这不要说这些话，他影响团结，知道吗？你本来吃一顿饭就是，哎呦，干什么呀？这是啊。行了，你们俩那个就回屋去吃吧。走，回屋，走。哎呀，拿着饭呢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吃个饭吧！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啊，目的达到了。你欺负一个病人，很厉害啊！我怎么了嘛？你也不看看他刚才那是对我什么态度呀？对我咄咄逼人、针锋相对的，一直就那么对着我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那不是你先挑起事儿的吗？本来好好吃饭，你说什么什么孝不孝顺，说这些干什么呀？没办法，我这人就这样，从小到大就那么直，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憋不了事儿，藏不了事儿，就这么直来直去的。不行，直来直去，你在家以前行，在这儿不行了。你已经嫁了人了，已经是成人了，知道吗？这家里一大家子人呢，你想说什么说什么，那不可以的呀。那怎么了？那我总不能这么就憋屈着难受吧？那难受也不，我还难受呢，我还想我什么都说出来呢，行吗？我跟你讲啊，这就是做人的道理，慢慢学吧啊，成熟一点，懂事儿一点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真是我头都疼我，哎呀，行了，我去看看你爸回来没，我不吃了。全走，不吃拉倒。哼，我自己吃。别多想，姐，吃点面啊。吃，真是没胃口。梅呀，去看看他吧。啊。小敏这么半天可没动静了。这来龙去脉我都跟他说了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应该没事吧？突然冒出一个亲生父亲，又是在这节骨眼上，我怕他接受不了。那你还告诉他呀？哎呀，去看看吧。啊，他没事咱们再泡碗面，凑合吃呗。小敏，开门！小敏，开门！干嘛呢？开门！快点！干嘛呢？开门！那怎么了？啊？怎么
进吧，进门。反锁了，开不开呀？开。我有钥匙。不会真抢不开吧？不会真抢不开吧？